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入住这家饭店是 Singapore City 啊 Sofitel City Center，中文名叫做新加坡市中心索菲特酒店。我们上次有来住过，可是我不小心把我们的影片全部给删除了，所以重新来拍过。可是这次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订了另一家饭店，然后他就忽然间政府要征用那家旧饭店，所以呢，那家饭店呢就把我们丢来这家超级好的饭店，然后还升等我们去了他们的套房。所以呢，我们的套房咻咻咻就在这里。我们是在18楼12号，然后呢，整层呢只有我们是有这个套房而已哦。好，我现在带大家进去看套房的叫什么呢？Guest toilet 就客用的浴室、洗手间，然后他们用的是爱马仕的肥皂，香的哦。好，然后就过来这里。好，来，然后在gym 的左手边就是一面很大面的镜子，那玄关方面呢，它的空间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行李先放在这里。然后一走入那个客厅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很大，还有一个4张椅子的餐桌。然后刚刚服务员呢已经来递上了这个算是一个迎宾的小点心吧，对，我们就来看看里面是什么吧。是马卡龙，很好。那好，在这里呢就有那个 TWG 的茶包，那有法式的伯爵，还有那个英式早餐，然后还有我们最喜欢的 Paris Singapore Tea，然后也有这个 Vanilla Bourbon Tea， 还有绿茶，茶几就在这一边。这里呢就是酒杯、香槟杯。那个 Nespresso 咖啡机，然后胶囊呢？咖啡胶囊就有4种不一样的咖啡胶囊。这里呢是 mini bar， 应该是没有包含在房间里面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入住的时候，我们是有把它的带回吧？对，我们有打包走了。对，呀，好，我们会查看我们的这个套房是不是有包含这个mini bar 的东西。对，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沙发，可以给你坐着、躺着看电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贵妃椅，也是可以给你就是很舒适的坐在这里看电视这样子。因为我们来检查看那个电视机是否会有那个连接吗？呀，无线连接好像不可以耶。可以耶，它有这个。呀，可是我们很讨厌这个 screen mirroring， 每次都不能用的。很像是Samsung 才可以用的，三星才可以用的。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懂，应该是不可以的。好，这是我们的桌台，就工作桌台还蛮大的，工作很大。然后看看这里先，是。没有东西。它的这个笔直的一体，因为这个呢是可以适用于平板电脑上面，你就可以这样点点点刷刷刷这样子，而且还蛮好写的。那这一边就有一些纸啊，信封啊，有明信片吗？是算明信片吧？算，但是哇，可以打包回家哎。就有哦，有人用过的呀，削铅笔的，这个我很需要的，这个，好，然后这个应该还蛮齐全的哦，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 care kit 吧，然后里面呢就有面罩、口罩，然后还有一个湿纸巾、擦手液，还有湿纸巾是由 Vitamin Spa 提供的。好，来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风景。这里的风景呢没有什么特色啦，可是其实很多那种建筑物呢都是那种老一代还蛮旧的建筑物，尤其是这个有巡逻的那个楼梯还蛮有特色的。好，我们去房间吧。好，走。来，给我走开。我先去洗手间先。好，在这里呢，这是什么？这个是烫衣。然后多出来的那个枕头。这里呢，
是保险箱哦，好重。保险箱哇，很酷哎，它保险箱。对，它设计的很好。哦，这个是。好、哦，可以麻烦你开那个吹风筒了。让我们看、在这里呢，可以放行李，这个地方还蛮宽阔，能够合格给雨伞，然后浴巾。哎，它的浴巾也不一样哎，比起之前的。然后这个他们也给了一个运动的装。哎，吹风筒是 JVD 的，看起来不错，还蛮不错。它是要按了才可以有风的那种。对，是的。哦，很讨厌，那个手会很酸。好。放这，我们再麻烦你打开这个。这个很特别哦，它是跟Virgin Active 合作的。那这里有一本目录，可以教你怎么做运动，还有附上照片之类的。嗯、然后呢，这里就有一个瑜伽垫啦、啊，瑜伽垫，还有包包里面有什么呢？啊、那按摩我好需要这个，这个、可以给你就是按摩你的肌肉的，然后有一个就是可以给你做那个 resistance training 的，对。好，就这样在里面就是写。是的。好，我们看看浴巾里面，我们浴室里面有什么超大、超宽阔的浴室，我们还蛮喜欢这个的，你可以躺下来，然后看书。然后可以喝那些葡萄酒，它这样卡住的话还蛮安全，不会塌下来，而且还蛮深哦。然后诶，可以看电视的诶，看吗？可以吗？哦，可以，好。嗯，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屏幕。呀、好，来，然后呢？哦，开了，有点慢，没关系，我们要先讲这个它这个东西。开起来呢是那些卫浴用品，就我蛮喜欢这个木质的那个书，然后这个爱马仕的肥皂呢，香皂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呢？诶，这个是泡澡用的诶。嗯，这个应该不是香皂吧？是吗？哦，是香皂。可是很棒哦，哇，很酷哎、超香的。就那个你一丢，然后它就散开的。好，然后这个味道超棒了，我们应该要跟那个housekeeping 拿多一点回家，因为应该是蛮贵的东东来的。好，来，这是拉屎的地方，这是洗澡的地方，超宽阔的。而且很明亮哦。嗯，然后他还提供了这个露发，然后丝瓜，这三瓶，我一定要跟那个 housekeeping 拿多一点意见。我发现有一样东西哈，哎，有吗？什么、lotion？ OK， 那是 lotion 哦，不是？哦，是 lotion 哎，真的哎。是 lotion 对吗？好像不是，不是，说他没有提供，他放错了，他没有提供乳液。好，电视机已经开启动了，有 OK， 他不可以看 YouTube 哦，没关系，都蛮不错。那这里呢，他们就有提供了四双拖鞋，那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擦鞋、穿鞋用的，是的。毛巾折两个，然后这个是给你去放洗衣，如果有衣物要洗的话，跟他放鞋子的鞋带。走，去外面。还有这个称体重的，看，走。好，现在来到就是房间的部分，这个床看起来很舒服，应该是 queen size 吧。对，应该算是 queen size 吧，很舒服。然后在床的旁边呢，就有一个电话。然后它的设计非常的贴心，就是在床的旁边就有那些总开关可以给你控制。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电插座只局限于在另外一边。就有 USB 插座，还有那个国际电插座这样子。然后这里的沙发还蛮不错，可是我不懂这个画画涂颜色的是要付费的还是免费的？我觉得应该是要付费的，因为他说，please leave this copy for future guests。所以他只是提供在这里，就是当成是一个纾解压力的。对啊 ，Jesus can heal you。哎，之前的人很奇怪，一直在讲那些
基督教的东东。Yeah, 然后就可以就是一边看风景一边就是上色这样子。嗯，好了，那我们的 room tour 就到此为止。我们待会三点就会去游泳池。现在呢健身房是没有开放 的，然后游泳池呢跟那个晚间欢乐时光呢是要预定，我们订了三点的游泳池，然后欢乐时光是五点的，然后早餐还有什么呢？就早餐而已啊，然后之后就退房了。我们就有了退房的时间，他们延迟到下午一点。嗯，我们会尽量跟大家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哦，我们还会尝试那个床，我们会跳床。哦，还有，就是我们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他们就招待了我们两份的那个免费的饮料。哦，那是 Echo Plus 是Echo Plus 的才可以的。对对对。好，我们等下去试试看那个床吧。首先呢，就换上了浴袍，它很像那个毛巾的质感，可是它还蛮保暖的。然后床呢，哦哇，好滑哦，它很像那种丝绸的那种滑度。嗯，你哇跳这边，你 I think 你过去那边，不然我们会碰撞哦。OK，你准备好了吗？好了，一二三，好软哦，好，很舒服哎，他的床非常的舒服。我觉得我们可以睡得很舒服哎，这个，而且他给了超多枕头，我觉得有点小讨厌，因为他这个看起来有点脏的颜色。对对对，我们每次都会想把它放在我这边，然后这个。都会沉，因为它会就是沾满那些小小的灰啊，枕头就很扣分，枕头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欧洲的那种鹅毛的那种枕头，所以很软，然后你一这样压下去就整个感觉没有在睡任何东西，就一个不够，两个太多的那种，然后你就要这样。然后再加一个，可是三个又太多啊，两个也不，就很奇怪。没关系，我们看看，我们看看。呀，只是我觉得那个床没有枕头都 OK， 很舒服。还蛮好的。而且它的稳度很稳。稳定度呀，好，就这样，我们就是待会我们要去游泳池，看你会放那个360度的那个影片，然后就去游泳池，然后就去欢乐时光。Okay.机器人应该来了。Hello。
好的，那个机器人已经来了，好，快点去迎接机器人。Hello. I have your order for you to enjoy. I'm opening your compartment. Please collect your order. 你拿了那个东西之后呢，就按这个，然后机器人就会回家了。拜拜。It was my pleasure to serve you,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Thank you, and have a wonderful day. Au revoir. 还不走，滚！看去踢他屁股。健身房呢，目前为止呢，是在那个限制管理之下呢，是不可以使用健身房到5月30号。那我们先去游泳池，游泳池之前呢，在这里拿房卡。这里呢有更衣室，在这里可以换衣服，很小的。然后房卡是去游泳池的房卡是这样的，好像要下大雨了。好，我们就给大家看看游泳池的设施是有些什么。那这里是小朋友的游泳池，然后前面呢是有那个水疗的一个设施，然后这里到后面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游泳池，这里你可以冲洗。那再往前面走一下下呢，那个是贵宾室咯。然后我跟 Sean 呢，我们每次来这里住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躺这个床，对，这个床还蛮舒服的。是的，而且这里的游泳池的水还蛮舒服的，我还蛮喜欢，很干净。对，呀，我们去看看，我们可以走得到那个按摩水疗的那边吗？好。那在疫情还没发生之前呢，其实这家饭店，它可以使用前面的一个。连锁的健身房，很大间的 Virgin Active。Virgin Active， 对呀，我应该可以拖鞋子走过去，应该是可以吧？我要小心一点哦。好，那看那个开关是在哪里啊？在这里。哎，啊，没有开吗？哦，来了来了，碰了碰了。耶耶，所以就你可以在这里，大的呀， yeah, 还蛮深哦，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水疗的那种设施。好，我们就尽量赶快就泡一下水，然后就赶快享受一下这个，不然就要下雨了。游泳池的设施，对。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贵宾室的门口，然后以前呢在疫情之前呢，这里是可以买酒精饮料的哦。好，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那个冰橱里面雪柜里面有些什么。这是他们家的啤酒，有香槟，然后呢贵宾室里面就是长得这个样子。现在呢那些厨师呢都会在这里准备那些晚间小吃，然后我们的座位呢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呢观看那些游泳池或者一些绿油油的植物。那欢乐时光的食物有这一些，前菜方面就有 cuckoos， 还有这个 antipasti， 它有橄榄，然后有那个 artichoke， 还有 sun dried 的那个番茄。接下来主食方面就有羊肉咖喱，然后这个是应该算是菠菜和杏鲍菇，然后还有一碗非常可口的海鲜杂烩羹，非常好喝。然后再来呢甜点方面就有水果，还有提拉米苏，然后它的那个摆盘都非常的精致小样，吃的呢非常的饱，我觉得，而且很可口，每一样都很可口，然后再配上香槟，就是绝配了。早安，我们睡得很好，现在是早上7:08，已经洗澡完后了。是的，然后呢？你睡得如何？还好，不是很好吗？不是很好哦，因为那个枕头，然后我。昨天不是讲枕头很扁吗？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把那个羽绒的那个枕头放在下面，
当作是一个点吧。没有，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睡到一半，我的头就突然间往下。那还好，其实我们昨天忘了发现啊，是它有这一个睡眠的菜单，还有提供眼罩，耳塞，Reading selection， 它可以给你书哎，阅读的书。欸、那我们之前做 room tour 在那个浴室已经有一本哦、，OK。然后呢，它还有那个枕头的套菜单哎，有1、2、3、4、5、6、7、8、9个不一样的枕头，外加一个泡澡的一个选项。很酷诶、好，那而且呢昨晚我们就出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饭店的经理，对，那我就很不要脸的跟他说其实是 Sean 的50岁的生日。没有50岁什么50岁。然后呢他就给了一瓶香槟，是好的香槟。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从我的身份证那边看到的。对啊对啊，他因为 他在这里有写了他几十的那个就他可以跟我说是还有多几天就是我的生日。然后而且是就有时候不要脸是件好事。就这一瓶他给了这一瓶 Titanium 的香槟，这一瓶大概新币都要70-80块新币。不错。对，真的要谢谢那些谢谢饭店的员工。谢谢。然后呢他还外加了饮料券给 Sean， 应该是2杯的那个酒精饮料，他们家的鸡尾酒超棒的。对。Negroni 吗那个。对。他用一个铜像装着的那个酒精饮料，真的很棒，所以很谢谢他们的那个。据我们所知，他们应该有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因为他们懂我们喜欢酒精饮料。yeah， 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来这偶尔来这里，就好好。放松一下也不错、放松自己在这里蛮不错，因为它的窗我觉得真的超棒，不需要去那个好像 resort 之类的度假村之类，在这里也是有那种非常放松的心情。而且那个浴室洗澡的那个东西真的很棒，很香哎、就好像涂了香水，只有在套房才有的爱马仕系列的那个御用品。而且呢，之后呢，我们等一下会去那个拍摄他们的最大的，算是总统套房之类的。期待。所以你们可以去我们的频道里面再寻找那个总统套房的影片。好，我们现在就去吃早餐喽。它以前呢是可以无限的餐点就可以任点那个美食。可是现在他们可能有一点更改了，就这里的话呢你只可以选一样，然后这里是无限的选择，再还有椰浆饭咖喱拉沙印度餐那个沙拉那个白粥煎蛋，会有火腿跟起司的煎蛋，然后素食的煎蛋炒蛋煎蛋熟蛋水煮蛋跟水煮蛋，然后这个呢就那种小吃。好，那我们就要点我们早餐，待会给大家看看那个早餐会长得怎样。我们点的餐点已经到了，然后给大家先看看，这个是椰浆饭，然后这里有炸果，还有这个松饼，然后这个是就是熏尾鱼，还有那个火腿，还有起司点心，然后春卷，这一个是泡菜，这一个就是娘惹糕，然后最后面的这个呢就是拉沙。好，那我先来尝试他们家的拉沙如何。有点辣。好，来酸呢。那个椰浆饭的辣椒方面呢非常的香，然后那饭非常的松软，而且有一点 QQ 的，还蛮好吃的。那我的拉沙呢，它其实是很多虾米，那我刚才喝了一口的那个汤汁之后呢，我可以咬到很多虾米。然后我们先给我们享受早餐吧，然后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讲。天气很不错，我们呢就下来游泳池之后呢
我们就顺便在这里享用我们的午餐。那酸汤啊在睡觉，他的手就放在那个脚那 大腿那边，然后睡觉之后就有那个被晒的痕迹，很好笑。然后点的是海鲜炒饭，非常的好吃，我就叫加辣，它这个辣椒呢很棒。然后这个还没有尝试哦，那可以让我来尝试一下吧。嗯，那 baguette 很好吃，但是它烤的有点小焦，那个焦味呢很香，很喜欢。那这个是18块新币，跟这个也是18块新币，那加服务税跟那个啊其他税用之后呢，啊，两个是大概43块新币左右。这里的那些 mini bar 里面的东西呢，全部都可以吃或者是带回家哦。对。那抓完了那个这个大树的生日的香槟呢，我们就现在把它开来喝了。Yeah. 我们刚刚去了那个总统套房，我们觉得还蛮酷，因为它的 high ceiling 怎么说呢？天花板，天花板很高。你在那边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压迫感，还蛮舒适的。然后它是三个房间连啊变成啊组成的一个。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之前的影片就360度的可以观看一下。然后你可以就是在如果在手机还是平板电脑，你可以就是用手指去滑动， yeah, 你会感觉好像在现场这样。如果你有那个 VR 的眼镜的话，会更棒。嗯，对。生日快乐，大叔！谢谢。然后这瓶香槟呢，是我们还蛮喜欢的一个品牌。哦 ，OK， 我要讲的是那个。总统套房的名字叫 Joaquim Suite， so 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左景套房吧。他那个 Joaquim 是新加坡的国花，因为Vanda Miss Joaquim 就叫左景万代兰，so 应该 Joaquim 就是左景。嗯，干杯。随意早餐呢我觉得有点差了。他之前的早餐很好吃，很丰盛，就你可以任点啊。今天呢他就可以，他只是有限制的给你去选。然后我喜欢的是他的分量不会太大，你可以叫其他的餐点来点。松饼非常的好吃。还有凉热糕点也非常的好吃。比利时松饼很好吃。然后对，凉耳糕点，还有其实它的椰浆饭的那个饭其实还蛮松软的。你已经讲过了。对，所以我觉得值得再一提，因为真的可以去点。因为其他的就很普通啊，简单啊，很主流的那种早餐选项，就是蛋啊不然就是那种火腿。我们要讲到迷你吧里面的那个东西，这个是酸很爱吃的木薯辣片。辣木薯呀，我个人我是不是那么喜欢木薯的糕点或者零食，可是这算是一个老人零食，所以他喜欢。一点都不老人好不好？你不要侮辱我们新加坡的小朋友啊，老朋友。貌然后这就是杏仁，还蛮大包的。这个在外面卖应该要卖两块新币一包吧 ，almond right，大概吧。然后椰子水椰青水嘛，有些人叫椰青是马来西亚讲法，我们叫 coconut water， Singapore in English 这个也大概需要快半新币，然后汽水普通的汽水都大概一块左右，还有这个是新加坡的那个旺是吗？旺呀，马哈是博卡的，这个是算是旺跟博卡的，它也大概是可能两块新币左右。这个非常好吃的辣虾卷，它是辣的吧？不晓得
有辣椒干跟洋葱跟大蒜，它是辣，非常的好吃。这一包我觉得应该是要卖五六块，所以总之啊、那个 mini bar 里面的东西都有20块左右，20多块左右的那个 credit。OK， 我们要就是先在这里先声明，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讲说 mini bar 里面的物品都可以拿走，但是我们还是要。叫你就是在订房过后还是要确认一下，因为最近就是有很在新加坡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就是不懂、以后他们的那个配套会不会有所更改。好，马可龙好吃，法式的嘛。对，我们喝完这瓶香槟之后呢，退房的时候我们会再去楼下喝多4杯的鸡尾酒，然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一杯鸡尾酒好喝。我们本来是一点退房，然后昨晚我们碰到一个好心人士，跟那个不要脸的我，然后他就帮我们加了多3个钟，是10点退房，很爽。然后待会我们应该还会再去游泳池啊，不然我们就会去外面吃午餐。他们家的那个餐厅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好吃，因为由于是那个母亲节的关系，我的会员没有得到折扣，所以我会选择出去。所以他觉得 CP 值不够，是够的啦，只是我觉得我就因为我本来拥有那个优惠嘛，就有点不甘心。但是去外面吃也不便宜哦。好，就这样。我们现在就要来泡澡了，我们要用那个酒店提供的这个，他们叫做是泡澡的胶囊。然后看看它的那个效用如何，我要丢进去咯，准备好了吗？它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泡沫出现啦，一些些，然后有点慢，而且它还蛮香的哦。香吗？很香。哦。OK， 好。真的很慢，我们刚刚办退房手续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的饮喝酒的地方就待了大概3个小时吗？没有啦，差不多2个小时、就喝，因为我们是那个会员嘛，然后他就给了免费2杯酒精饮料的那个使用券，然后这个大树的生日又有2杯，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喝了2杯的鸡尾酒，还有2杯的白酒。然后鸡尾酒它是限定，如果你是要喝使用那个餐券的话呢，你必须要跟他们讲，因为它是另一个菜单。它有一个特定的菜单，不然你点错的话你要还钱哦。是的，整个入宿的体验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就是我们还会再回来，我们觉得很舒适。就整体来讲是非常舒服的感觉，很想家。对，然后睡得我睡得很好，而且之后我们去游泳了，我们一直在赖在床上赖满久。酒店房间的那个空间还算蛮大的。就算是不是套房的话也是蛮大，就活动空间蛮大。之前你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然后我觉得早餐是有点小失望啦，可是还 OK。对，你会推荐人家来住吗？我觉得我会推荐你们大家来这里住，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价格，它 CP 值算是蛮高的。是的。然后员工都非常的专业，对，而且很亲切。就刚才我刚刚掉了一个叉子，然后就马上有员工就跑过来地上就给我多一个清洁的叉。而且好几个员工都认得我们来。我们上次入住好像是3-4个月前的事了，来他们都记得我们。对，然后其实虽然早餐不是说比起之前来住的时候不是说很理想，但是整体来说它的那个食物还算是蛮好吃的。对对，
凉耳糕啦，然后点心啦。好，如果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结尾啦，我们觉得是啊，还是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就留言来啊，留个问题给我们，然后啊，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影片。对。然后记得去看看我们的那个360度的总统套房的那个 room tour。嗯，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拜拜，拜拜。